门一开的时候，我就觉得走出来了一对金童玉女，但是刚才听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两个人聊的都是一些过家家的一些小事。女生希望男生能够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关心，多一点爱给你，对吗，小琪？但是对于小任来讲，他觉得他现在最多的是什么呢？初出茅庐，走向社会，有更多的这种压力感和责任，突然呢就是在身上有一种担当。但我相信他也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去着想，因为刚才两个人一直在讲，那我们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啊？我这个现在不敢笃定啊，我们两个人会不会有未来？所以刚好借着一句歌词，你们的未来不是梦，应该认真的过每一分钟，对吧？你们的未来不是梦，所以呢希望你们能够跟着你们的心一起去动。我相信其实小任现在这么努力也是为了这个以后给小琪更多好的生活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小任应该在北京啊努力工作，多多加油，好吗？在一起啊，在一起。二位好啊。男孩刚才用到了一个词儿，我特别刺耳听的，说坚持。我一直都在坚持。